运势有三颗星的，特别恭喜生肖属虎、属马还有属狗的朋友。这个礼拜呢，哇，桃花非常的好，人缘贵人呢都会来帮助你哦。如果呢你有一些烦心的事情呢，不妨呢找一些知己好友呢，好好的出去呢聊一聊，或者是走动一下，都可以呢得到很多贵人的帮忙或者是建言，让你呢可以逢凶化吉。